那观世音菩萨的咒语非常的多，那为什么要这么多？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想尽办法在帮助各种痛苦，所以他就有无量无边的悲心，有无量无边的悲心，就有无量无边的咒语，所以叫千手千眼。那我想，所谓出家的意义，那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要出离自私。那唯有出离自私，才可以真实去帮助众生啊，离苦得乐。那各位也变成啊，告自己养成这个习惯啊，你要慢慢自己去除我执，你才会知道别人的感受啊。所以跟吃东西一样，不是你喜欢吃什么，而是对方喜欢吃什么，在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身体。所以对羊，给羊吃的不可能给狗吃啊，但是我执比较强的人会把羊吃的给狗吃，因为他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一点，我光一个音响也好，昨天刚请各位看那部大净寺的片子也好，摄影也好，这些都是佛法啊。所以各位，你进来到里面去看哪一个地方是好的，比如说哎，这个窗户在欧洲地区、美国地区都用这种窗户，有一点适合啊。那你要把这个就推广到任何地方，但是千万不要变成你赚钱的工具啊，变成你很自私啊。我们华人很聪明，到国外拿那个，然后就给他卖这个，这样啊，10块钱的东西可以卖300块啊。所以那这样以后就增长你的这种私心，没有好处。那是因为你学佛了啊，如何降低它的成本，而能够利益更多的人啊？就像说你吃到一种可以离开痛苦的药，你就很迫切的就希望每个众生只要这个痛苦都可以用到我的药，那心里就一直想这个，一直想这个怎么办啊？所以，那你要一直培养这种一直利他的心态。所以我们现在念三称观音菩萨，那各位要观想，当你三称观音菩萨的时候，观音菩萨就现在空中啊法界之上，然后由他身上的84000毛细孔流出甘露，那这个甘露就变成雨滴，这样，然后这个雨滴就融入在最深最远的地狱啊、恶鬼道啊。啊，而这个雨滴可以化成满众生愿，我要珠宝，我得到珠宝；我要药，我得到药。所以，那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满愿。就像各位在念辨识咒的时候，那如果观想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从他的10根手指头出现甘露，又不够；从10只脚趾头又不够；从他的眼睛、耳朵又不够，因为众生越来越多，所以他每一个毛细孔都变成甘露，在满众生愿。所以观音菩萨用水啊，自身刹那成观音啊。所以呢，自极甚者观世音，手降本质甘露流。而且这个甘露是有一种空性大悲智慧流出来的，能够满足对方的饥渴，又能够洗除对方的烦恼，开发对方的佛性。那各位要不断的这样观想，观想到你的呼吸都变成观音甘露啊，自身周身毛孔中释放无遮供养云，就是你每，所以有时候这些寄语各位可以带来做禅修，然后呢去实践，然后变成你的生命，然后你就变成观音。所以那这个修本尊，它不是一种法门，而是本尊的心愿，就像你念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的行愿在你的生命里面表达出来。那阿弥陀佛的存在，观音菩萨的存在，是为了普度众生啊！我想，一个人做了医生是要救病人，而不是要赚钱的。但是现在
所谓这个世间做医生这么努力，他是为了赚钱的，啊，那这个就已经这个叫末法，并不是没有医生，没有能力，而是这些好的能力、好的进步，包括电脑、手机，都是变成要自私的，甚至一种斗争的工具，那这就是无着落、无着二死了。所以，我们学佛就是希望能够赶快的恢复我们的佛性。所以，那恢复佛性并不是叫你放弃过去的，只是你过去的，你以前是个专门拍 A 片的摄影师，现在呢，要用你的技术去拍佛像，这样而已啦。其实是一个转化而已。你过去嘴巴专门在骂人，那你现在嘴巴专门在劝人念佛，啊，柔软语，那就是马上改变，因为你动机改变了，你就得度了。而且我们要用这种方法，让每个人都得度，啊，因为这样快乐啊。所以以前我们处心积虑去打麻将赚钱，赚了一点钱，好像有快乐，但是有压力，因为里面都是什么逃漏税来的了，骗来的了。啊，压力来的了，所以这个世间你要乖乖道德去赚钱是很难的了，啊，但是现在呢，付出比赚来还快乐，因为我们学佛了，啊，所以能够去帮助个穷人，啊，所以能够回向给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整个佛教很简单，你想当下即是，啊，成佛不用等未来。就是你转化，转化，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特别金刚乘叫转念。你贪心越强了，菩提心越强，啊，你嗔恨心越强了，悲心越强，你小脑筋越强了，智慧越高。那如果你懂得去转化，那你有非常好的这种力量帮助，所以最坏的人可以变成最好的人。反而那个乖乖牌变不了好，因为他没坏过怎么好啊？他没那个力量，所以我想在这一点，我想来想去，这个世界还是要靠华人的，因为华人实在是够小脑筋，够强，够会钻啊！所以这么多华人就是钻到世界各地去了啊，哪里有钱哪里钻啊！所以。那我想，在这种力量，还有一种人也很厉害，越南人是吧？啊，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经常跑监狱，监狱有很多外国的来，那因为他们就没办法赚钱嘛，非法拘留，有越南的、缅甸的、泰国、印尼的，就越南最厉害，为什么？他可以钻出去，他可以挖洞跑出去，他可以爬墙出去。啊，所以我觉得越南人是个大乘佛教的，啊，所以我也知道，我整个东南亚为什么都难传？这越南是大乘，越南有这个力量啊。但是如果没有修到空性悲心，那个力量就会变成一种负面的，啊，越南人最喜欢吃狗肉，啊，就变成负面的。所以我们台湾开始由越南来帮忙以后。就台湾就有一个状况，越南人到哪里狗都不见了，泰国人到哪里鱼都不见了，啊，所以因为各有各的因缘吧。但是我认为这个所谓的负面的，那只是因为就像我以前很喜欢打麻将，我很喜欢啊，因为我没有看到佛法，并不是我好赌，只是我有一个很强的动力，啊，这个动力。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啊，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后来懂了佛法了，哦，原来这个动力可以发展为菩提心呢，啊，这个就是佛教的意义啊，啊，转嗔恚心为大悲心，不动佛，不动佛，不动佛。以前是脾气很不好的，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跪在十方诸佛面前发愿：我从今天开始直至成佛，不起嗔恨心，起嗔恨心下无间地狱。啊，因为我对所有众生都可以升起无嗔大悲心，所以愿我将来成佛，名为不动。所以我想，各位，我们的缺点事实上是我们的进步，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金刚乘的特。如果你有这个智慧，你马上可以转化，转化。
啊，但是千万不要被你的一直这个啊，一个习惯性的不好一直传流，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个决心，这一辈子要把累积不好的习气这辈子断掉，死亡前的死亡啊，这辈子要把最好的利他的习气把它养成，所以什么时间你都要想办法活佛。看到阳光变佛光，吹到风变成观音的风，下到雨变成观音甘露，听到声音变成自具如来，都在说法啊。所以你要让自己分分秒睡觉也是一种修行，叫是一种梦与解的睡觉里面要让自己保持。所以各位，我问你，这两天睡觉呢，昨天晚上梦到什么？对不对？看你有没有梦到你出家了，梦到你坐在莲花去度众生了，代表你修得不错。啊，现在你梦到你去卡拉 OK，看看你要念佛念久一点好了，最好做梦还在唱《炉香赞》，啊，因为你要一直一直让自己不清净的意识要把它洗刷掉，啊，不清净的意识这辈子都上辈子都有被强奸、被杀、被恐吓，所以人有时候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发疯会想要去杀人？因为他过去一直的点生出来了，这叫因缘成熟。啊，过去你杀过我，强奸过我，所以我这次看到你就想要杀你。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修空性、忏悔、修空性，把你这个报仇的基因，如果你没有正的空性，你这辈子都还在爱跟恨里面。看到喜欢的，哦，上辈子是我老公，过去了，来老公，上辈子是我仇人，恨得要死，你就一直在轮回。那你这个世间你来，你就一直很痛苦，因为在旁边都是爱恨爱恨，为什么啊？欠你钱的，跟你要钱的，然后就一直在这样讨债的还债的，就这个意思了，啊，就生命就不断的在讨债还债，一直在报恩，一直在恨，所以我想大乘佛教里面，它要我们证得空性，那就像一个莲花，不污染一切了，没有爱跟没有恨，啊。不然，那你就会被粘得很紧，就像一只狗啊，主人养它10年，送给别人了，它看到主人还是会很激动，它就是一直这样轮回。所以你这一辈子会去爱上某人，会去恨某人，那就是因为你还没有空性，而且业障没消除。就像误打国师、三昧水忏、14以前的冤亲债主还在找到报酬，百千万劫的。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千万不要再随着感觉。我这辈子还是喜欢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那你就还是在贪嗔痴啊。所以，甚至我在这辈子，我很不喜欢某个境界。所以，为什么我的师父也告诉我，经常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让你学习，也让你不讨厌任何境界，也让你在任何时间，你还是要保持一个空性悲心，而不是我喜欢德国啊。像我很多同学移民到美国、加拿大，他们就是去玩回来，很不错，然后就去买个房子在那边，他们小孩带去那边，然后你就从这边监狱搬到那边监狱而已，啊，因为你还是有一个喜欢，啊，所以那你就被绑在那边，是比较好，没错了，但是这个好就像天界。所以有个讲法叫温哥华是人间的天界，很多地方，天界还是轮回啊，这个温哥华的问题比德国还多呢，啊，因为那是为什么我觉得比较多，那边的人比较脆弱，啊，移民到那边想说会好，哪里知道会生病，啊，如果是你是移民到印度啦，这个正常，这个环境拉肚子应该的，你就不会觉得这么痛苦吧，啊。所以人就是一直想要追求一个舒适的，这代表什么？脆弱啊！人想要拿最好的手机，也代表脆弱，因为嫌啰嗦啊，希望能够快速达到什么？那这心理的状况就越来越不圆满。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就像你喜欢在欧美地区，那你要偶尔去。尼泊尔啊，印度啊，穷人地区，然后两边这样跑，啊，就像你要去净土，你不能永远在净土，你要到娑婆世界培养悲心，啊，两边这样，对不对？去净土，
回到娑婆，去净土，回到娑婆，最后一直在娑婆世界，最后你才可以成佛。那成佛的目的呢？那就永远在痛苦的，所谓的慈悲的化身，永远在痛苦的地方。当然，佛陀的真理的化身叫法身，永远在极静这个净土。佛陀的功德圆满，就示现在净土，让众生看到欢喜，但是对他来讲，一切都圆满了。为什么？他骗一切处了所以在十法界里面都有佛陀的示现。那我们希望自己这个叫自由，自由自在，普度众生。那这些你，所以你要做一个生命的规划。所以我为什么要来做甘露施食？我为什么要来短期出家？我为什么现在要去点一支香？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念佛？那你要有一个完整的思想。那完整的思想在我们叫经典教育经也叫显教叫经。然后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成佛的方法等等等等等等。那你要把这个经典变成你的行为跟思想，那行为就是戒律，思想就是论的意思了，经律论。那这些你不能缺哪一边，缺哪一边。我发觉现在有些人喜欢看论，他不看经；有些人喜欢看经，不喜欢看论。不过你看经典也好，看论也好，你要变成行为叫戒律。那戒律不是约束自己，大乘的戒律是慈悲你不去慈悲就犯戒。所以，很多人把戒律，虽然讲大乘佛教修金刚乘，他讲戒律的时候约束，但是他没有去慈悲，那很少去慈悲他也没有去培养慈悲心。那久了以后，他不懂得怎么慈悲，这样。那在这一点，各位你要一直思维。也就是说，你已经在修行了，修行的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对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要一直想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每一个动作都要符合六波罗蜜，每一个动作都要符合对上的供养，对下的慈悲，对自我的净化，每一个动作，然后你才会变成你每天都在进步。今天跟昨天一样，那就变成什么？念一下。老化、丑化，越来越令人讨厌。哎，各位啊，如果你老公有外遇，如果你老婆不喜欢你，真的要好好检讨，因为你已经老化、丑化了。所以修行人，所以我师父才会说，修行越老，人家越尊敬你、越亲近你，那才叫进步。所以不分在家出家。那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在进步。所谓体悟无常，就是让我们进化的意思。你不进化，你就会被淘汰掉。那为什么不会进步呢？并不是你没修行，是我觉得我这个修得很好，这个傲慢的时候，你就不会进步了。密宗最好，华严经最好，念佛最好，禅宗最好，我修这个解脱道的次第最好，那你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叫法执，对不对？就是说你对世界的某一点有一点成就感，那你就障碍了。所以在这一点，如幻如化，那你只是随顺因缘，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我就去学什么，帮助什么。那你要让自己如此，而不是说，所以大乘的经典告诉我们，特别原始佛教巴利文。不要让自己属于某种宗派。原始佛教讲得很清楚，不能如此。站在《金刚经》无上菩提名为非无上菩提，是名无上菩提，他就是怕你想要去沾住哪一点。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你要修行了，你就不要有一种，就像有一句话，不要让别人认出你的血型。不要让别人认出你的国籍，看你像哪里人看不出来，混血儿这样，因为你不能被定的哦。这个广东人，这个福建人，这个山东人，那你个性很明显都在你身上，那你就
你没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想各位到欧美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谁能够超越自我又融入一切？啊，超越自我就是没有我执，融入一切是你跟谁在一起你就变什么人。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来利益对方。那我想这个就是一种生命的规划。所以我讲那么多，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因为我找到了这个精髓，所以我决心让自己由人变成超越人的佛。佛，我们中国人用一个人，一个佛，佛就是没有烦恼，没有个性了，空啊，而且融入于众生的友情。为什么？众生皆有佛性，你就是我，我身上有你。啊，就像做父母的很爱儿女，因为他认为儿女是他的血肉嘛，对不对？生下来。那我们修学佛法也学到，你就是我，因为真正的我是佛性，所以你就是我，我也是你，所以你那一边就是我这一边。所以如果这个世界真正推广佛法，就没有竞争斗争，就没有屠杀。所以在这个传统的历史看到，原住民被杀，非宗教徒被杀，异教徒被杀，不一样的观念思想的人在一直对立。所以解决这个世界问题，那就要靠着佛法，而不是佛教，因为众生都需要水，都需要阳光。那你传播佛法的人不能一直用宗教立场去传，因为他已经有既有的宗教，你去跟他谈另外一个宗教，不是让他背弃他的宗教吗？所以各位，这个佛法要有这个方便，所以说观音菩萨普门示现。让他实现什么就实现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像藏传佛教发展在海外，乃至我们汉传佛教发展在海外，我的师父常跟我说，你最好去借教堂用，圣母玛利亚还是放着，你要配合当地，而不是去传我们汉传的佛教。明明是西方人，怎么就叫他做和尚？他要用什么方法？佛教是个义理，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我们这个衣服不是南传佛教，不是原始佛教，这是汉人的衣服。那个佛法传到我们中国以后，变成我们汉人的东西了。那所以有些人会执着，我要学原始佛教，那才是佛教。那又卡到这个观念，佛法是因时因地随时在变的。这叫善巧方便，它是本体不变，法尔如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你各位要有这个方法，就像昨天我们湛明法师说，哇，看到我们住持仁波切度了这么多德国人，这个就是一个伟大还不能说我到德国来还是度西藏人所以在这一点那你就没有超越文化了。当然你要懂得对方的语言文化等等那我想我们现在还不远嘛，但至少一直朝这个方向。那你要朝这个方向，你要消除我执个性，你要融入。那融入最好的方法，融入谁？先融入佛菩萨，先融入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各位要化为空性，就是变成是没有了，或者一点点光。融入佛陀的心或是佛陀的脚都可以了。那明天又是从佛陀的心出来变现的一个暂时的存在，要去实践观音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愿力的人那你要一直练习，练习到没有个性，没有我不然一天天看到你，反正你讲话就是那个语气，眼神就是那个样子。我们台湾话叫没法度，那个人没办法度了。我们叫水泥已经坚固了，没得变了，固执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打破自我，打破自我，分析自己，照见五蕴皆空。那空了以后，融入佛，以佛的身口意来，这个叫一心念佛。佛在做什么？你念文殊行咒，你念阿弥陀佛都可以的。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佛菩萨，在藏传佛教叫本尊，对不对？可以，如果你喜欢仁波切，
上师老和尚，上师入心，那什么意思？并不是师父，是我变成师父的心，这样而已，也是无我的一个方法，啊，就是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一定要用消除我执的空性再来做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一个人没有空性去做皇帝，他会下地狱，因为他会我喜欢我讨厌这样去杀人。一个人有了空性去做皇帝，他纯粹是要帮助国家、世界、众生，他不会跟任何人对立。所以，但是如果一个人有我执，我想要做皇帝，啊，他所以各位在这一点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懂佛法了，你懂佛法以后，你生命要重新规划，而不是按照你过去的想法，我要赚什么钱，我要干嘛，我要干嘛，你正确的想法去规划可以。你以一个世俗法去规划，最后就是痛苦。啊，佛不是叫我们不要结婚？如果你要结婚，可以，是因为我要度他，而不是我喜欢他。啊，如果你就是在这个喜欢不喜欢，那就又走入轮回，叫世间世俗法，那你要痛苦。所以，既然已经学佛了，不分在家出家，做什么决定都一定是皈依法的。啊，或是归生的、归佛的都可以，你再去思维，而不能加入自己的想法。我现在缺钱，啊，我现在如何？啊，我现在感情空档，那你又去满足这个，那你又完了。所以，要让自己一直习惯，这边是魔，这边是佛，你一定要往这边，因为这边是苦，这边才是乐。所以，钱是自己的，那你。你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了，你不能说钱是我的，连这个我都不能有。钱是暂时放我口袋的，属于众生的，要来供养三宝、利益众生的，没有私人想法。那你要一直这样想，啊，所以，比如说你很爱这个先生，这个先生不是你的了。这个先生如果他适合出家，适合去做什么，那你要放手。你不能说他是我的，儿女是我的，啊，我的想法。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一个小沙弥，留在我们苗栗。他妈妈说他一定要出家，那出家我就好好好好出家出家。然后出家不到一个月，他妈妈就给他带回家，带回家算了，骂我们骂到天亮。啊，为什么啊？你们给他吃的这么糟糕啊？是不是啊？对不对？他什么都要管，他穿什么什么，那你还是把你儿子当做你的，那你干嘛？你认为出家好没错，但是你还有强烈的我执，反而伤害这个小孩子。后来他妈妈出家了，但是他小孩子恨他了，啊，他小孩子现在大学毕业不学佛了，恨他，啊，因为他妈妈用这种强烈我执，然后他妈妈出家也跟人家都合不来。还俗又不好看，不还俗又孤独，啊，然后就在那边生病了，死也死不掉。